Yeah，老炮换了风格，现在也不玩主题，一上麦跟我玩玩押韵，然后一押到底。说真的，作为我的师傅，不想在人多的地方操你，我也不想和你讲那些道理。每次咱俩都会在频道有些纠纷，每次 battle 之后就会让你感觉丢人，让你感觉害羞，又有些代沟，那又怎么样？我说兄弟，看我瞬间让你 game over， 所以瞬间让你死了，脸又被我气紫了，又说我没有给你奖金，但是相信在这的皇马就是你的奖品。首先皇马600一个月的股东，首先挂你一个皇马必须不普通，首先你还要找我一点人民币，因为你没有让我这个工会盈利，人气都他妈比跑到那个儿戏，跑到抠脚门的地方，跑到那个 ID， 可是我这个频道就剩下来他妈几个 PE。